这几天热搜上同时挂着两个咖啡店员工与顾客起冲突的发疯视频。巧的是，这是在同一天内，同一个咖啡品牌，同样的地点，上海的两家不同门店发生的。来看第一个，一位中年女士来 Manner 咖啡店点单，让店员先做她的单，等了一会儿之后，又催促其中一名短发店员。我帮你退单了。说了，我出来太久了。哎呦，真的马上就好了，就放在这里。对呀，我知道的呀，我跑的高声音，后面我刚才已经忍了。你不想卖，你不要干好了，什么时候我退单了？你不想买，你可以不要买呀。我说买，怎么了？你这种人对顾客是这样讲话的吗？别人是随便谁跟他讲过话都是这样，你吵什么了？早饭没吃啊？不是没吃早饭呀，我是想吃早饭呀，你投诉呀？我肯定要投诉你，你就投诉呀。顾客后来一边清理自己的脸和衣服，一边要求店员道歉，店员不肯，发疯般的往自己头上倒咖啡粉。第二个监控视频是在同一家咖啡品牌的不同门店。我下单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要等那么长时间啊，我告诉你我赶飞机去的，你说七八分钟我等等也就算了。那您现在是要退单吗？你是不给我做的是吗？给您做，但是手冲做完，手冲做完是您的，我们是按顺序出餐的。我在做手冲，您稍等一下。顾客此时突然问起了店员的名字，店员没有正面回复，只说自己在做手冲。两人此时的情绪都像紧绷的弦一样达到了临界点，顾客这个时候掏出了手机。您要做吗？我不要做了。那好，我给您退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，实在抱歉。顾客却拿起手机对着店员的脸拍摄了起来，店员一把抢过手机，两人开始了激烈的争吵。下单的时候，下单的时候我跟你说前面有四杯，我说了吗？说了，七八，我提醒你了吗？八分钟我说了吗？说了。谁说不肯告诉你了？你有什么权利拍别人？顾客不停地用手机拍着店员，后来店员彻底被激怒，钻出了柜台想要夺回手机，顾客一脚踹在了店员裆部，店员也一巴掌甩过去，至此原本的骂战正式升级为一场轰轰烈烈的互殴。只是买一杯咖啡而已，为什么气氛会变得如此剑拔弩张，后果又是如此不堪？你会看到这两起事件除了相同的时间和地点之外，还有其他相似之处：着急取餐、不断催促的客人，前面还积压着其他单子的店员，以及同一个品牌的管理培训系统。我不想分析这两个视频中具体哪个店员或顾客的对错，因为这两起事件背后所暴露出的是一种远比个人情绪、品性之类的问题更悲哀的困境。之前就有人上传过这样一张照片， Manner 的员工去厕所还得按个计时器，让人不禁疑惑，要是时间快到了，大便还没拉完怎么办？夹断吗？很多点过这家咖啡的网友都有这种感慨。很大一个店，就一个员工在做咖啡，真的一点都不合理。早上永远只有一个人，一直不停做咖啡，连轴转，我都不好意思点了，可怜。多位 Manner 咖啡师也出来发帖讲述，八小时内要做500杯咖啡。很多老员工都把自己比喻成牛马，迟到、事假都会扣全勤奖1000元，被投诉3次可能导致解雇。也就是说，这家咖啡品牌的员工不仅要顶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，还要面对无比严苛的量化考核。企业压缩用人成本，导致员工工作压力变大，出餐效率降低，服务质量下滑，顾客产生不满，这就是一条完整的恶性循环链条。被困在这种冰冷系统里的人们，仿佛变成了流水线上一个个面目模糊的零部件，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，他们的身体、情感、需求被忽视，系统整体的数据、利润、优化成了更重要的事。更悲哀的是，被困在系统里的何止是一家咖啡店的员工呢？外卖员被困在智能化配送系统里，为了不超时和死神赛跑，和交警较劲，和红灯做朋友。办公室白领被困在手机上的实时沟通软件里，24小时被要求在线，不断缩短吃饭、睡觉、放松的时间。系统管着人，系统却又不是人，没有人性。系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资本的运作更高效，让整个社会都像机器一样疯狂高速运转。当系统的束缚发展到了极致，人的异化成了常态，世界会颠成什么模样？《黑镜》第一季第二集中就有这样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荒诞设定：在未来世界，人们都被关在用电子屏幕围成的格子间里，除了睡觉和吃饭，其他时间都必须在健身房里踩动感单车，以赚取生活所需的电子货币。为了让你的骑行不会枯燥，系统贴心地给每个人的面前设置了一个大屏幕。人气爆棚的选秀《
无脑恶俗的综艺、让人血脉奋张的影片，以及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虚拟产品。在这里，你看不到书籍，看不到山川湖海，看不到一切真实美好的东西。每天一睁眼，左右环顾，看到的都是电子屏幕。每个人都被系统驱动着，日复一日的踩单车产能。这又何尝不是现实对未来世界的悲哀预言呢？科技成了剥削的手段，社会正在平等地物化着所有人，每个人都是商品，是螺丝钉，为巨大的系统服务，不能有自己的个性，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掉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，想要夺回对自己的掌控权，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。但人和机器最大的区别，也许就在于，尽管很多挣扎是徒劳的，我们还是要挣扎。系统仍在运转，游戏还在继续。也许类似于 Mana 咖啡店员工与顾客的发疯事件还会层出不穷，继续上演。但我希望我们不要麻木，不要被系统异化成面目模糊的标准人。我们仍要勇敢表达自己，仍要振臂高呼一句：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机器。共勉。我是小椰子，感谢大家的三连，希望能继续陪你们解读热点事件，一起认知升级。谢谢。